大家好，我是喜欢丢下不管的朱教授。上次我开始育种已经过去一周了，这些种子我设置好之后就放在架子上不管了。今天来看看它们长得怎么样了吧。好像看到很多都已经开始出芽了，尤其是紫红大番茄的这个，每个种子都立起来了。种子商店买来的番茄种子也有几颗出芽了。这是墨西哥辣椒，也出芽了。我家里为了省电，冬天都没开暖气，所以温度不是很高，如果是天热或者给它们罩个罩子的话，应该会更快发芽的。紫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一直都没动静。紫罗勒这边挺好的，都出芽了，但是发现有一颗种子发霉了，这就是没有清洗种子的后果啊。不过清洗是不可能清洗的，一辈子都不可能清洗，十颗里才坏了一颗，坏了就坏了吧。这就是朱教授的懒人育种大法，丢下不管，时间到了来取苗就可以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